快点，跟滚刀肉似的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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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紧着赶紧着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一会儿还有事儿呢，还有项目谈呢。着什么急呀、啊、这全国都放假了。全国放假那是你放假了，我不行，一会儿我还有项目呢。平时看电影吗？怎么冒出这么一句来呀、啊、哎，我这儿有一个淘票票 APP， 哎，这个支付宝上买电影票更便宜。哎，我不看电影，我这这么多事儿呢。你老跟我急头白脸干啥？我说这么多年你哥我在辽宁，你不是不知道我干什么啊？我知道啊，捡垃圾呀、啊、怎么捡垃圾呀、啊、我那是环保行业，垃圾分拣。一会儿我跟秦总谈这事儿，要谈成了，全市的垃圾就都到他们家来了。全市的垃圾都到你们家啊？那我住哪儿啊？我不是让你跟垃圾住一块。哎呀，跟你说你也不知道，你呀、啊、就赶紧的好不好？赶紧走。接电话吧你。喂，啊，啥？不是宝贝儿，你别的，我不行啊，这么着，你听我，哎，喂，喂，走吧，快点，待会儿垃圾到你们家了，我得占个床位去。等你先走吧。啊，我琢磨琢磨，琢磨什么呀？不行啊，我老丈人来了要见我，我头一回，我也没见过呀。见呢。那项目怎么办呀、啊？哎呀，那项目什么时候不能谈呢？秦总明儿就走了。那你老丈人什么时候不能见呢？老丈人明儿也走。那他俩是不是手挽手走的呀？哎呀，走这项目就算了。哎，别去呀，这么好的机会，那哪能？你可别忘了，这是全市的垃圾。是啊，我也舍不得这些垃圾呀、啊。那怎么办呀、啊？你这么着吧，啊，你忘了咱俩这先天优势了吗？什么优势？双胞胎长得一样，跟照镜子似的。你想冒充我是吧？不行啊，不行！再说你是厨子，露馅了怎么办呀、啊？我厨子怎么了？我也是服务行业呀、啊。不行不行，就跟我服务不好，你老丈人似的，走吧。哎呀，冒充一下没事，不行。不是，不行，我考虑考虑。爸，哎爸，你别巡视了，屋里没人。我知道。现在屋里是没外人呐。通过我五分钟的巡视和认真的考虑，我觉得确实不能让你再这么一个人生活下去了。谢谢爸爸，那明年我跟杨洋把婚礼办了吧。明天，明天跟我回广东。你不是说你只是来看看我的吗？我不这么说，你让我来吗？燕子、哎，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！啊，我接电话。喂，大哥，你到家了？大琴子，我在我闺女家了，你赶紧来吧。正好看看我女儿的男朋友，你给我参考参考。正好啊，我也有件事儿，让你帮我参谋参谋。我再给你带一个年轻有为的小朋友。啊，一会儿见。爸爸，待会儿洋洋来了，你可不能难为他啊、哦！我不难为他，哎，我难为谁呀、啊？哎呀，爸爸，完了，人来了，爸爸，爸笑一个，笑一个，这没用啊！笑一个，笑一个，别来这套啊！爸爸，这也不管用啊！嗯、完了，就怕这下。保持住，保持住，微笑，微笑，微笑。来啦，嫂子啊！坐坐坐，瞧好吧你。爸爸您好，你叫他什么？嫂子。嗓子，洋洋最近两天嗓子不舒服。对对对对，嗓子不舒服也不能这么叫啊，你叫叔叔。哎，爸爸您好，我叫叔叔。你叫我叔叔。哎，好的，爸爸，你叫我叔叔。这孩子有毛病没有啊？爸，您先别生气，我教训他点。来，怎么回事你？是不是喝大了？我喝什么大了？我刚下火车，我。火车？哪来的？长春。干嘛的？厨子。你哥呢？我就是我哥。去，再见。刘牧，既然来了，就聊聊吧。小伙子干什么工作啊？除垃圾的。哎，吃垃圾的。什么？
不拉几的，就是搞新能源这一块儿，就是方方面面啊。对对对，人挺好的，反正。家里都什么人呢？啊，我爸、我妈，还有，还用想？没了。漂亮，你哥一句话让你给整没了哈。你爸做什么工作的？原来是老师，现在是会计。你母亲做什么工作？原来是会计，现在是老师。啊？错位了。他也是书香门第啊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爸，洋洋待会儿还有事儿，我带他先走了啊，自己在家里待会儿啊。好嘞，叔叔。等一等，喝酒知人品，陪我喝两盅。霍阳啊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特别感兴趣，一会儿见我大哥，我大哥一点头，这事儿就成了。谢谢哥。霍阳，你看，啊，这小区漂亮吗？太好了，好吧？好啊，所有的环保垃圾箱都是我弄的。哎呀，真棒，哥，你说咋那么巧呢？我女朋友家也是这小区，这么巧？我大哥家从这往这儿一拐就到了啊，这么巧啊？我女朋友他们家也是从这儿往右一拐就到了。这么巧啊！什么时候搞上的？八字没一撇呢。哦，谁追谁？他追的我。这么巧啊！我结婚之前也是他追的我。是吗？在山寨，宋大哥他对某眼的江，为什么吃下什么就要荒唐？临行的烟了云猫，记心上怎乃是？问得一阵一阵一了阵来阵酒香，好，好酒啊，过瘾，劲唱的舒服。哎呀，老头儿，我再点你一个叫小番啊，唱不上去，你信不信？我不信，我先上趟厕所，回来给你唱叫小番，完了吧？没看出来呀，你还挺会哄老头呢。岳母在吗？叫出来一块哄。行了，咱走吧，我。哎，你别去，我这正嗨着。我求你了，你再等会儿。你别走，走你着什么急呀你？哎呀，你等会儿呢，这个。待着吧你。开门去吧你。谁啊？啊，哎呀，秦叔叔好。哎哎哎，进来。你爸在吗？在屋里呢，屋里呢。大哥。哎，大秦子，哎呀，想死我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抱不过来。我还这么结实啊。会吧，完了。唱戏了吧？唱了，和谁？跟大哥的。又会的真快，还。站。干什么你呀？不是那个感冒了，你拉客人，传染你们。干什么你？哎呀，不是你，大哥，郭阳。哎，别挪了，抬起头来，好好的站起来。大秦子啊，把那个给拽过来。不是，我还有事儿。哥，别，等等等等，哥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？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长得一模一样啊，这个。这哪一样啊，爸？这完全不一样，这看这鼻子这嘴这脸，爸，你肯定是喝多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坐这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啊，我喝多了。你肯定是喝多了，是不，秦叔？我爸是不是喝多了？是是是，你爸平时不能对喝酒还唱戏，对他，我没喝呀。对呀，啊，你要不喝点儿？开车不喝酒。我喝，我喝啊。你们家就你一孩子吗？嗯，小时候没丢一个。你们两个不认识啊？不认识啊，哥，你可真不认识。哎，兄弟，你叫啥呀？我叫郭阳，郭阳吧，叔叔。啊？兄弟，你叫啥？要不秦总您定吧？我定，你叫啥你不知道。我也叫郭阳。不能啊，你哪个阳？我朝阳的阳。你看有区别吧？哦，我是夕阳的阳。是不一样。这不一样。
不一样啊，那前俩字不一样，这一样啊，这个这样这样，二位你们先聊着，我们俩掰着掰着这羊好不好，我们去上厕所啊。厕所在哪儿？就在这边啊。 哎我问你兄弟，就是你那羊子边是在左边吗？我那在左边，你那个呢？上边。上边。闺女大了行啊，跟外人一块儿给爸爸演戏，给我唱了一出狸猫换太子啊。谢谢。哎，赶紧爸说怎么着。爸，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，你别生气呗。跟我喝酒那是你男朋友啊，还是知道咱们家厕所那是你男朋友啊？你说呢？什么叫我说的？后面那个说。哎呀，刚才喝的确实有点多。哎呀，刚才哪说话不对，多包涵啊。哎呦，上了趟厕所，出来跟换了个人似的啊。醒了醒酒。大哥，你没发现吗？不光换了个人啊，这个酒还挺有意思。想醉就醉，想醒就醒，还转移呢。哎妈，我发现人真逗。这那鞋倒是换了吧。换鞋？换什么鞋呀？漏了。爸你别生气呗，你听我解释。听你解释什么？听解释啊，姚梅大琴的后边带着这个，跟我喝酒那个，今天这事儿就成了。叔叔您别生气，事儿啊是这么回事儿。今天我跟秦总啊约着一起谈项目，这不您又来了，我又不能怠慢您，我就出了这么一馊主意，您多见谅。不是我出的主意爸爸。嗯，不对，是我出的主意爸爸。你就别走啊，你喝多点去。我就弄不明白了，多重要的事儿啊，你连我都不见，你去见他。这不明天秦总要走吗？是吗？啊，不是我要走，那跟他，那你什么时候见他不行啊？叔叔明天也走啊？啊啊是。大哥，我看明白，这里可能有点误会。有什么误会啊？不是，你看，听我，你为啥明天就走啊？你呀、啊，我那边有事儿啊，这都定好了的呀。你明天为什么非得走啊？我也是定好的嘛，你看这事整的。到底什么项目啊？哦，这郭阳啊，他们有个年轻的团队研发了一个环保工程，还获国家专利了，但是年轻人启动资金没有。然后我一想，这年轻人他得帮啊，我又把握准，想让你帮我再看一看。你看出了这个事儿，大哥，这个不为别的啊，为咱们家欣欣这个事儿你得重新考虑啊，做人要得诚信为本。对，这个事儿我是要重新考虑了。起来吧。哎呀，快点。叔叔对不起。秦总抱歉了。我发现你咱真造你家。姑娘。投多少钱呢？啊，1500。1500块钱就别投了。我什么1500块？大哥，万，1500万，1500万的啊，那你就更别投了。我投吧。啊，年轻人创业创造奇迹，这个勇气是值得表扬的。事业失败了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做人失败了。做人要讲诚信，要一诺千金，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走。大秦啊，你是不是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跟我走过来的？是的。郭阳，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原来就是大哥的司机，也年轻过，也闹过，是大哥帮着我一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这儿。现在你有这么好的项目，还有这么好的投资人，你一定要珍惜啊。哎，不对，大哥，这是我找来的，怎么就你全投了的？你投多少啊？1500啊，我跟你加一把。
那不行啊，你咱俩头一样，那谁说了算呢？怎么还争上了？哎呀妈，谁头不一样，头就歪。你别说话，你。我跟他不是得避嫌吗？你投1500，我在你后边追加1500，我只对你。哦、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这行吗，哥？你是不是傻？我投1500，他投1500，3000了。这事就这么定了啊！走，喝酒去。那就别喝了。定了，你别喝了，少喝吧。来，把酒来来来来。什么？这事就这么定了呀？你们这些男人心里只有事业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我的事儿呢？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什么事儿啊？我跟洋洋的事儿呢？呀，还有我呀，欣欣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爸都投资了，那你说他不就同意了吗？欣欣爸爸，对了，谢叔，哎，祝年轻人事业蒸蒸日上，祝红爱情地久天长，祝长辈身体健康。我哥家总有我住的地方。哎呦，祝大家狗年吉祥。